肩颈练习，吸向上，呼向下，绕动你的肩膀，充分的让双肩得到放松。吸气时向上抬肩，呼气时向后向下绕肩。在这里结合呼吸，双手掌心朝前，缓慢地放在肩膀上方向下压住，让耳朵去找肩膀，且扭转下巴看向肩。吸气回正，呼气扭转，重复多次，放松僵硬的肩颈、脖子以及下颌线。吸向前，呼向下，吸向前，呼向下。定住，深呼吸，收下巴一点点，抬，向后仰头，感受脖颈前侧的拉伸，向后，紧致脖颈，减少纹路。吸气仰头，呼气向下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向上，定住。缓慢的回正，手向下压住，抬头，吸气，呼气，换方向，沉肩，向下，扭转，吸气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双肩平行，持续保持。吸向前，呼向下，让肩膀有明显的拉伸感。缓慢的扭转向后，仰头，拉伸脖颈前侧。吸气向上，向后，呼气回。吸气向上，呼气回。再一次回正，吸向上，呼向后。缓慢的回正向前侧，扭转头，向下按压肩膀，抬头，双手向前放到胸口的正中间，顺时针的扭转，松解胸口。咳嗽久了，胸腔肌肉紧张，在这里可以做这个动作释放。吸气向前，呼气向后，收双下巴，改善富贵包，脖子前倾，颈椎有问题。吸气向前，呼气向后，在这里可以做20个，为一组，做3组练习。用你的下巴画圆圈，向后时感受双肩的拉伸。好，放松，顺时针的按摩，稳定，持续的呼吸，将你的手缓慢的扶肩，在这里用手法的方式去按摩肩膀。斜方肌比较高，肩颈紧张的同学每天都可以练习，动作不分性别，适合所有人群。反侧方向，脖子倾斜，向上用力的去揉捏。手法练习可以深度的放松我们紧张的肌肉。回正，绕肩，双手快速在胸前搓热，在这里十指扣按摩一下手指尖，往前去推，拱背低头。吸气回正，呼气向前，释放背部的压力。吸气时向前拉回，呼气时再一次向前含胸。吸气回正，缓慢的在这里放松，左右摆动，颈椎拉伸。今天的练习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。